体下游可以保持不在水上。简哥，这个话，这个回答，这个什么应对，是不是在好久以前已经有先过了？好穷哦，又发光了，穷哦，没有，没有。为什么可以穷成这样？我以为我转运的，没想到只是错觉。那只是对，那只是个小错觉，发光了。强啊！这一口铁挖完居然没半个黄金。我刚已经挖了大概快30个铁，都没黄金了。汪汪来了，在矿洞吗？汪汪在矿坑哦。他就是想要来猎杀矿工。他为什么要这样虐待矿工？我是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他再一刀，再一刀，怎么跑那么快？顶头跑。算了，回家，那边是敌对了，对了。哦，有可能哦，有可能黄金只剩在黄金只剩在地板上，对不对？对，啊对，啊难怪，怎么你把地板怎么地板是基岩吗？没有错的，难怪，难怪，我都忘记了这个可能性。你想要破除？汪汪又来了，汪汪又来了，怎么又来了？汪汪，干什么啦？一直来，好欺负腿短的。哇运行太邪恶啦！宝石啊，被运回去啦！算了，怎么邪恶呢？跑回去了。究竟是谁呢？究竟？哎呀！哎呦！有人在拆野山工厂哦。那个繁星。锵锵锵！哦，等一下，他们。跑掉了，还在上面。哇，他们要回去了。回去了。啊、重生啦、啊！杰瑞的招好硬啊，我打了好久才损他3D。哎呦，没事，摔倒而已。你有没有买无敌啊？我真心问你。应该，我才一拳没啊。对。我刚刚穷的要命，我现在。对，他没有。啊，他自己摔死了。他自己送装给我，谢谢。他送了什么？他送了一套装备给我，好，因为他直接摔死在中间的洞，我就是刚好经过就捡起来当国王不用无敌，他只有强力，风力 ，OK， 好。跳，嗯。哎，我的狗洞又被修好了。小心巧克力往下潜到矿坑 哦。他怎么一直在矿坑？自己赶快去买，不要说没钱，钱都花去哪了？保护伞，好，附魔喽。我来附魔喽！手上箭矢要怎么才能拿掉啊？被射到一箭，我就不知道箭矢怎么办，也不能隐形。就等它消失。要多久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5分钟吧。好久、哦。我的地上全部都坑坑巴巴。把它，把它，哎、欸，真的耶，我还是不要看好了。哎，我们现在哦，没有没发光了。敲！哦，我又在炸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巧克力！哇！咦呀！
小心那你等死！你该死吧！有个杰克啊！哎、欸、啊，杰克剩十二、啊，不，杰克啊，不啊，巧克力剩十二滴。啊！又在爆了，又在爆了！不行，我觉得在哪里？欸、在哪里啦？下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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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！哎呦，巧克力汪汪杰克都在。他们就是来屠城的概念。对耶。而且他们还把这边堵起来。我只想当个悠闲的矿工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觉得你还是去买无敌好了。对啊，你买了。可是三个人在围。汪汪被放生了，好可怜哦。汪汪被放生了。哇，太可怜了。差一个。然后刚刚哈基又丢给了我五组绿宝石。放生队友。瞬间觉得汪汪绝望了。哦，水中呼吸，好东西。哎呀，看一下下一个。我只是想当个悠闲的矿工。那就火焰宝保护伞，好。哈基是间谍，我们知道啦。嗯，我们對、啊、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知道，啊、所以不用再讲了。嗯。那个国王，你赶快多保护自己啊！哦，还是违规上用附魔算了。我觉得你可以先买那个，你买完无敌之后，你要附再。你要附魔干嘛？你要送装备给对面是不是？啊！你说没有啊？他附好一点啊，然后就起码不会死那么快，我们就可以过去了。然后死了之后再给对面。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不会藏在我身上啊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是谁去他们家？是他们自己人吗？没有，我没去啊。看到 ID 走过去。没有，我没去。不知道啊、欸。怎么办？我现在还要下去矿坑吗？还是不要？你不要下来了。我就跪在这里吧。嗯。他们已经知道你就是想在下面。哈基对我说他要叛变了，你们要不要先来我们的船准备拿宝石？哦、oh, 嗯，好，你去吧。等一下，他是用私密的，是不是？对，要用私密的。酷哦，那个，走，是准备冲啦、啊，大家一起、啊、我们都一起嘛，好好好好，大家一起走啊。好，我要去吗？应该不用吧。你不用、啊，你不用，你不用，你在家里。宝石哦，你在家里。在家里面，我在我的狗洞旁边。哇，哈基居然用私密功能呢、啊！杰克在射我，然后哈基应该想干事情了。阿西要干事情了。我先叠一个路上的路比较好走。他在哪里啊？桥上，可是杰瑞走回去了。可是巧克力在中间啊。中间哪里啊？他不是，他往中间走。他看着我。我也看着他。嗯。嗯，这谁丢的、啊嗯？那个吧，哈基，我啦。不是吧？那是繁星，哦、小心哦。杰瑞在射箭。不要浪费弓箭嘛！等下谁在受伤？没有啊，我就用盾牌。哦、你用盾牌在挡。他一直在浪费箭矢啊。哎、欸，我们底下矿场啊，杰瑞发起间谍那个了，因为哈基已经在炸了。嗯，怎么会有一个有人在这里？哎、欸，汪跟巧克力在我们底下矿场那边。好，没关系、嗯，我们在对面了。对，他们好像要回去，又好像要游上来。在哪里？我在这边，我在这边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杰瑞嘞？哎、欸，后面。对，后面。啊我看到了，对，杰瑞在这边。对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，很痛、欸！他们的装备好猛啊、喔，装备好强啊、喔！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来了，你走，你来了，失败了，我偷了不少物资过去，你知道吗？我全部放在保险箱啊。巧克力在我们家外围那边，又发光了，哦，又发了、嗯。所以他们有猜到是你吗、哦？没有，我一直故意就是两边逃一点点，就是偶尔那个。巧克力回来，哎、欸，牛排给你吃，过来一下，哎、欸，我偷到10块钱，但事实上什么都没偷。
太会了！哇塞！看看楼上有人在炸，家里家里杰克，家里有人在炸！欸、哇哇，传爆了传爆了！一选要不要去那个释怀草原、啊？欸、家外面是不是有人被打？等一下，我们家外面有人，有人。你在哪？你在哪里？我们要把外面在哪里？船头船头，看到看到看到，看巧克力啊！被追杀被追杀！巧克力用巧克力用力量二哦！哇塞！等一下，无敌，你吃无敌了没？无敌已经用掉了。好，这时候就用传送哦、啊。怎么全部都没干扰？干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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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！哎、欸，痛痛痛痛痛痛！没关系，只要顾到他就好了。宝石，宝石，宝石在后面，我去捡。我在打汪汪，我在打汪汪。我去捡宝石，我捡到了。汪汪，你赶快走，赶快走啊！你掉装了，没关系。汪汪去追你了，允月。好。哇，没关系，我有水下呼吸三。他好，巧克力在追你，巧克力在追你。他潜不久，他们潜不久的。好。水下呼吸三。他下去了，他下去了，他下去了。他下去了，他在下面啊。在追你，我可以潜很久，我可以潜很久。还有水下呼吸三啊！有有，我把他推走，我把他推走，我把他推走了。我可以潜很久，我不怕，我不怕。我就是吃苹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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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苹果。在哪里？他下去追了。吃苹果，吃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吃苹果，吃。我是炸弹客，是炸弹客，是炸弹客。我好，繁星，繁星，繁星。啊靠！这个时间。哎，云月，你可以上来了，其实。他。在追你后面，后面，我在打他，我在打他，我把他推走，把他推走，我在推走他，我还可以在水中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去放下吧，哎，有隐形了，可以去放一下。杰克，杰克，隐形在我们家啊，他摔倒了，嗨，小心哦，我们家有很多苦力怕哦，啊，我死了，我被炸死了，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，我捡到了，我捡到了，我捡到了，好，一样追巧克力。我的装备，我的水下呼吸衫呢、啊？干扰到他。啊、Sorry。有我的水下呼吸衫拿回来了。好。我要爆了，我要爆了，我要爆了。好。我先复活，我先复活。好，拜拜。好了，复活了。我没爆。有了，活了。好，我没有力量了。哎、欸，巧克力死了、欸。巧克力是他。哦，他是自杀战难客哦，所以他的装也被炸掉了吗？中间有我的手榴弹哦，捡一下，捡到了，捡到了，捡到了。好、哦、好好，你看啊，先把钱领出来，放到保险箱里面好了。哦，啊，装备就直接爆掉、哦，好可惜哦。是假的、嗯，没有啦，没捡，是我掉街了啦。没有没有，我说那个巧克力啊，还是除非他是换上免洗装。对、嗯，对面是那个赌、哦、徒哦，所以港地宝石最后记得要领出来。也是啊，我好好，等一下我也要先领一波了，不然等一下被扣光。感觉娜吉就是在存钱啊，娜吉在存啊。对啊，我要先领了，我要先领了。该领出来了，这个。然后我们家漏水啦。对啊，为什么啊？修复周是不是没法补、啊？他这个没有补。OK， 好，这样子。我刚是在帮人领钱。你又帮谁领钱？我帮繁星领钱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修好了。嘿嘿嘿，巧克力炸死了。超开心啊！超开心呢、欸！哎、欸，有人去抢中间吗？好像没有。我抢了，我想走，都想走。我们箱子全部都是钱呐、啊！啊，就先放着、啊，不然等一下被娜吉那个消钱消爆。哦，对啊。来来来来，我要再弄一点装备。嗯。哇，这个分数有点小悬殊。有点难啊。嗯。除非对方的国王有两次自己八七摔倒，真的，而且还要我们捡到，对，还要我们捡到，没有错。他你在干嘛？为什么要蹲着？对面有红色的，刚才偷偷绕小路。什么？哎、欸，人呢？其实他隐形了。没有。到哪里小路了、啊？杰克了，底下。嘿嘿。我去把这八颗手榴弹丢掉，再来挖好了。把上面毒一毒好了，不然他们又从上面丢出来。喂、嗯！哎呦，那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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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幺八八皮啊！哇，这个炸！链保护。那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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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又开炸！我被打下来了！啊、你被什么打下来了？我被汪汪打下来了。
我继续跪在旁边。汪汪为什么这么针对我啊？你走开啦！汪汪好针对我哦！哦，可恶！是海曼油，是海曼油山。嗯嗯嗯。可是，他、啊、这个东西很……哎哎哎！我怎么又被砸到了？那、哦、我们家有人吗？汪汪。哦。不要再丢手榴弹！我要求哦。哎呦，有一件装备哎，保护衣穿一下。哎呦，一直丢啊！往上去了，往上去了，来、欸，往 TNT， 他带 TNT， 他丢 TNT， 我走，我走，我走！不要躲在那里，一圈不要躲在那里，走，哦、不要在船上，很危险。他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船上了。对，不要在船上，很危险。我觉得杰瑞应该会跪在家里，我偷后面看。好，你偷偷看。好。哎、欸，汪汪，我看到汪汪了。看到、哦。嗯。汪、哦、不要走，不要走。汪、哦、不要走，不要走。哎、欸。不要走。老鹰是谁在炸？不要走，不要走。OK， 是。哦。发弹。弹壳。哎、欸，发光，白痴哦。哎、欸，汪汪，你在打我，我看不到他。你先走，你先游走，你先游走，你先游走。游的，你用游的。游走，你游走。自己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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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自己人。我以为你是。啊！杰瑞在哪？杰瑞在哪？杰瑞在哪？我们矿场附近，我不知道那个隐形是谁，我看不到。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哦。啊！救命啊！我看到人家打，我以为、哦、我在人家家里。然后炸弹。嘣嘣嘣！好了，我丢完了。繁星的手榴弹我丢完，我走了。哦，原来在你身上、哦。刚刚你死掉不是有八颗吗？在我身上。有游泳障碍。找不到，找不到杰瑞，你们有没有发光啊？好啊。好。我发看。不然杰瑞就是躲在矿道底下。嗯。我条件。刚在矿道底下晃，没看到他说。杰瑞的声音，杰瑞的见识吧。因为我刚过来之前，他都是在二楼甲板，可是刚去二楼甲板没看到他。嗯。是我对面发光，好。